书情画，笔锋浓转淡，平生描绘的牡丹，一如一出妆。但愿檀香透过窗，心事我了然。世间路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，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。青蛙词的反响蛮不错的嘛，然后我们就想说，再做一个新的，换一个花样，还是打击乐加阿卡贝拉的一个形式，只是把其中的身体打击部分呢换成了杯子歌。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合唱团了，其实唱歌的部分对我们来说反而更简单一些。把杯子那段敲齐很难，因为这歌大概是80的速度，然后我们一开始可能从50开始练，然后50练完练60，60练完练70，70练完练80，因为动作很复杂。选来选去发现周杰伦的歌特别适合小朋友，小朋友唱的话，我们要考虑到歌曲的这个风格，我们说歌词的意思，还有整个歌的思想上的一些东西嘛，其实并不是刻意说我们是周杰伦粉丝这样的。回家吧，回到最初的美。